作为中信集团在国内最大的全资实业子公司，中信国安集团公司成立于1989年9月，其前身是1987年成立的北京国安宾馆。面对成立之初只有150万资本金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在中信公司领导下，带领公司广大员工充分发扬国安永远争第一的企业精神，坚持科学发展，不断开创企业经营管理新局面。20年的发展波澜壮阔，20年的发展硕果累累，20年的发展是一首壮丽的诗篇，20年的发展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动人画卷。经过20年的发展，国安公司形成了以信息产业相关业务、旅游房地产、高新技术及资源开发为主营业务，涉及多行业、多领域，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公司现拥有中信国安、新天国际、中信21CN 三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公司现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企业联合会议成员企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成员企业，国安为著名商标和知名品牌。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安公司总结和凝练了国安永远争第一的企业文化精髓。国安公司高度关注和支持我国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积极参与我国足球职业化改革。1992年，中国足球改革伊始，国安公司与当时的北京市体委共同组建了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国安公司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希望通过投入足球回报社会，促进北京乃至全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北京国安足球队的口号是国安永远争第一，体现了一种无论成功与失败仍顽强拼搏、奋发进取、永争第一的现代企业精神。北京国安足球队是目前为止北京唯一一支参加中国高级别联赛的足球队，也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唯一一支没有更名的俱乐部。在其参加的17年职业联赛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3次足协杯冠军，1次超霸杯冠军，2次联赛亚军，4次联赛季军，成为国内公认的强队之一。为丰富首都人民的体育文化生活，为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及北京市体育局、足协和广大球迷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注册日期为1992年12月31号，并代表北京市参加了1993年全运会，最终夺得亚军。1995年，由金志扬出任主教练的北京国安俱乐部喊出了“永远争第一”的口号，并且推出了中国足球史上第一首正式的队歌。在主帅金志扬抢快活的战术思想指导下，北京国安踢出了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足球，并且在1995赛季夺得了甲 A 联赛亚军，并获得最快进步奖。1996年11月3号，在工人体育场举办的足协杯决赛中，北京国安队最终以4-1的比分击败山东鲁能泰山队，首次捧得了足协杯冠军。北京国安队创造的足协杯决赛最大比分赢球记录至今未被刷新过。1997年7月20号，北京国安队在主场9-1将上海申花队血洗，申花队员掩面而泣，制造了震惊甲 A 的攻体惨案，同时又创下了总进球最多的比赛、单队进球最多的比赛、赢球比分最大的比赛的3项联赛纪录。比赛当中，安德略斯和卡西亚诺都上演了帽子戏法，冈波自梅开二度，曹贤东也贡献了一球，三剑客首次联袂出场便一战成名。1997年12月28号，北京国安队在金志扬的带领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以2-1力克上海申花，成为了第一支卫冕足协杯冠军的队伍，并赢得了足协杯之王的美誉。1998年，沈祥福接替金志扬任主教练，
并且率队获得了1997年中国超霸杯和1998年甲 A 联赛季军。2003年，现代汽车公司耗资 1.5 亿元人民币，获得了国安足球队3年的冠名权。北京国安队正式冠名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现代汽车队。2003年10月1日举行的足协杯决赛中，阵容不整的国安队凭借着科内赛的梅开二度以及杨浩的锦上添花，以3-0战胜大连实德，获得冠军，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第一支三度问鼎中国足协杯的球队。2009年是国安球迷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年，也是国安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年份。这一年，市政府带人带钱带管理，这次合作也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的一次创举。联赛最后七轮，老帅洪元硕代替李章洙出任国安主帅，结果国安队在最后七轮中保持不败。2009年10月31日，国安队在联赛最后一轮中主场4-0大胜浙江绿城，成功地夺取了舰队历史上第一个联赛冠军。16年的梦想，16年的等待，一朝成真。夺冠之后，万人庆典的场面震撼人心。此外，北京国安队也是中国足球历史上外战最辉煌的球队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安就同 AC 米兰、阿森纳等世界级豪门对阵过。进入新世纪，国安更是接连同西甲豪门皇马、巴萨等球队频繁交流。2010年，国安也创纪录地首次打进了亚冠淘汰赛。从1992年至今，国安是始终没有更换投资人的足球俱乐部，国安把对足球产业的投入当成了事业来做。为了使中国足球水平更高，培养更多的人才，国安是对社会负责的俱乐部，从未参与假赌黑，俱乐部也始终把回报社会作为自身重要的发展规划。2010赛季国内赛事中，国安俱乐部主场比赛上座率高居联赛第一。亚冠赛事中，国安主场上座率在亚洲16支队伍中名列第二位。国安俱乐部在中国足球界有着非凡的市场号召力和强大的媒体资源，同时，国安赛事的频次和规模也是其他单一商业比赛或者娱乐性演出所不能企及和替代的。2010年度，国安俱乐部平均每月2.5场比赛，主场至少不低于40,000人到场观赛。除去到场观赛的球迷之外，每月赛事所覆盖的人群数量高达100,000，每场比赛球员特写镜头不低于8分钟，而其平均广告价格仅相当于硬性电视广告的1/10。北京电视台天天体育在每天晚上黄金时段滚动播出国安队的赛事新闻，收视率高达6%到8%，堪称覆盖率第一。足球赛事具有稳定的球迷群体，他们的忠诚度远比电视节目的观众要高。国内联赛具有稳定的周期长度，能够使赞助企业在较长的时间段里保持高度稳定的曝光率和媒体接触，便于企业制定较长的广告投放与营销计划。